我想的是灵桶就是我自己有桃的，想赌了一下，因为我的状态太低了，我凉血，我想把桃吃给自己，所以我就想看一下灵桶有桃没，因为我觉得灵桶应该是有桃的。所以就没有救。哦，那灵桶是有桃的对吧？他没有救姜维，那只能说灵桶不愿意救吗？对，如果当时按我们的思路，我们不救，灵桶救了，到我洞收了姜维，收了那个什么，因为我要留沙嘛，我不管是连弩还是。怎么样都是靠杀，我肯定不会给酒，不给杀，不能给桃，对吧？只能把那一个火攻给过去了，火攻又不是100%成功率的牌。我想要怒放的胜利，乘着飞翔在辽阔天空。啊，你看，他不仅有一桃还有一酒，是灵桶不愿意救，灵桶也是想觉得跟我往下打，但是没想到就打输了。我救了，我凉血，我也很难打的。收了不出桃的话，是不是也很难打？你觉得呢？我看灵桶是不是自家人，是自家人，我们挺好打的。我凉血，如果三血，我考虑救一下姜维。那强秒张合了。哇，这个好害怕呀！这好害怕呀！我没逃呀！啊，吓死了！终于停了，终于停了！
再见。啊，不，我不管他，就是因为我们打主了，你杀不杀死关平也无所谓我主要看二张身份，这还是其次了，这个局已经是看二张了，对吧？你看这些都扯淡，我排一万件装备我觉得都没有二张跳个反对我开心哦。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了，当然二张也不一定必定是反，所以我们还得再看。这个已经是跳了一个中内了，先标个中。分钱没乐啊，哎呀，刘希也跳中了，哇，对面江面很强啊。别郭嘉是反贼，千万别。刘峰跳中我巴不得开心呢，我靠。跳反了，我们看一下荀彧，荀彧要跳反的话，二张就有可能是，就一定是忠臣了。好漂亮，二张是自家人，当然也不漂亮，人家两个神钟，这你能忍？
不对？你把关师傅抢了干嘛？不是丢吗？这二张简直就不会玩。对吧？他都出不来，外头明明有无懈，我们怎么找找不出来另一个无懈？完了他，哎呀，他连怪师傅都不还国家，让国家白板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国家大概白板一辈子了。孙权没闪，我好意外啊。
叫啊！吓死我了。二张还是要死是吗？就看那监愿不愿意救了，我们没逃了。说来说去还是看那监愿不愿意救。我们是没逃最好有个 A 收就好了。那你们看到没？给拆两组多么的有思路。虽然我觉得它排序有待考虑，但是事实证明，这个给两组是多么的有思路。哎，简直是太好了。是不是给了两组推秒全场了？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着如何赢，唯一赢的方式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拆连弩去了。哎呀，男土豪，谢谢。哇靠，彭昂太屌了，彭土豪一下明白。你说我选借黄盖他会不会毛了呀？
就选流血吧，这也算基勇。就选继许褚吧，就算基勇。没有没有，大家在玩牌，永远想着我们唯一赢的可能性。就跟今天下午有一局我乐没乐董卓去乐布电师那局有一点点相似，就我们要想一遍我们如何赢才去走这条路，哪怕走不走就走没走通，那也是你想了要赢的办法了，那总比你去等着认输强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想选借黄盖的更能稳定一点点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很可惜的是那个我怕主公忙我，所以选了借许褚。借许褚有个好处是跟主公是有既有相性的，这个大家都是比较知道的。就没事没事，貂蝉要优于我先死，那我们就要最大的，最大就这一张啊！哎呀，好失望啊！哈哈对啊，何儿刚发的年终奖的。哇，貂蝉这一波打得太狠了，赶紧干死貂蝉吧。还有个鲁肃的问题，一二三四，鲁肃也能把我地门光的，哎，这个无所谓了，已经想不到鲁肃了，何况鲁肃还有可能是忠臣，对不对？哦，完了，死了。就我已经不说别的了，这边张飞已经让我们明白了，这已经张飞要让我们明白了。有国威，我现在已经很仔细的看这个救人的问题了，我刚才又怕救错了，我没发现，我等了一下看了一下名字完了我才去救的，我总怕手点错。哦，好的，停了。看一下这个鲁肃能否跳一个忠臣。那下轮说一下，我刚才开始忘说了，所以我也没怪他。
我要是杀他，他闪了，我就不拆他最后一张了。那这情况我就拆最后一张，大家一定要知道原因，一定要知道原因，留个雌雄吧，我觉得，哦不对，应该留个十二点，留十二点了，我想留雌雄，一会儿打内呢。如果我杀他，如果我先拆后杀的话，他就没有密诏打他的方式了，所以我先杀看他能不能什么。如果我先拆，我没拆到闪，我杀他，他闪了，他不就防了密诏了吗？对吧？这个懂了吧？所以我要先杀后拆，方便我了解拆。对，我不管鲁肃，鲁肃死就死了，这是我表演的局，好吧？鲁肃爱死就死了。屌屌的，这简直是。简直是屌屌的忠臣。鲁肃还让我无限保他，闪多了，巴不得他赶紧死，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屌的一个人，根本不管，就是我们表演的局，怎么能让鲁肃抢功呢？赶紧死得了。对吧？就是怎么能让他抢功呢？最后一把打完结束，最后一把。这是今天我们直播最后一把，当然我要出门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一二三土豪的一万个六，谢谢六。咚咚咚咚，对，虽然刘协并不是最好的忠臣，但是密诏起码符合内能力。谢谢鹏儿一万个六，哦哇靠，鹏豪六。灰鸡是黑鸡是灰鸡吗？你问这个黑鸡是我认识的那个灰鸡吗？我就想问，如果是你的号是独恋一二三在用，我用我自己的号干嘛用你的号呢？怎么啦？你是要回去吗？你要不让他用，我跟他说一下，我不知道你账号密码啊。你问的一二三，他说没用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你的号。哇塞，游山被他，我是主公，他是忠臣。哦，那个独恋在用你的号，这个一二三不是独恋一二三，这是另一个一二三，你不要分析。那应该就是独恋在给你买武将吧，因为他在一区现在只有你那个号能用，你不是玩炉石去了吗？然后他就在用，因为他觉得将比较少，他就买了，大概就这个。我这怎么三血了？怎么？这是主公吧？我把身份屏蔽吧。这个时候大家就考虑，就是刚进来的玩家，你们告诉我谁是主公？哎呀，简直萌萌的，这些都跳反了是吗？
东是谁呀、啊？赌放权连弩吧，只能这样子了。对对，我们已经打到一个赌连弩的局了，没有连弩已经跪了，主攻七有这样子了。他就掉嘛，他掉上线，总之还能保血线，我们要秒反了，是这个理吗？他掉上线就掉上线了，掉上线等于他不费血，不费血还能多活几下了，怕的是他掉血，好吧？哎呀，只能这么打了，也没办法了，给刘禅没用的。再说人家马岱，我刘禅那个点数又不是很大，拼点输了还不是清的闪，那留把桃留在刘禅手上还容易被弄掉了，对不对？这没什么的，你给的好像他不需要出闪似的，这还是要把闪拼掉的。
已经是靠闪电来翻盘的局了。我们已经完全打到了一个完全靠闪电的局了。今天我和蘑菇小象去采红沙，你去不去呀？采红沙做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是闪？刚才挑衅没出闪的好吧？姜维吃桃三血，挑衅江河，江河出沙废血。你怎么的？大灰狼不吃熊熊啊？那我去，等等我。为什么要给我啊？没逃没逃，求你了！哦，差一张牌。我就想走啊！哎，去那里看车的车车，等我们去兜风。听说那座彩虹山的风景特别的不错，我看到了小鸟。好，谢谢宝贝的一万个点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耶！Yeah。我们要翻盘了，哇，我带一血流沙要翻盘了。哎呦，没有，哇，竟然救起来了。刚柳摸的桃，那输了，那输了，人家救起来就扯淡了。对，救起来就扯淡，要打死的话我们翻盘的，因为周太打不到主攻，完了张和马上去。就刚摸的桃，因为刚才张和球桃那个马袋没吃。上就是一位彩虹的公主，她有好多美丽的裙子，有好多美丽的澡堂。你要去上？哎，太屌了！这个闪电简直不行，太不靠谱了。啊，我周太也没牌嘛，裸摸不一定能打出来的，对吧？享乐家需要摸到沙。我要问一下，我们怎么才能赢？你就是摩登大象了，你怎么穿呢？我可以吃彩虹塔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妈妈熊、兔兔，你看见没？他第一轮存的两弩冰雕。姜维起手的连弩，我们要靠我们自己。妈妈说，过了儿过的孩子不是好孩子，要用我们勤劳的爪爪来做梦。这样的彩虹山最快乐一点时光，沾点张妈妈的汤，还是家的感觉最好。那这样的彩虹山最一定快乐的时光，要点上妈妈。我靠，这玩游戏还有人送午觉呢。玩游戏玩的还有人送武将的，简直屌屌的。你看天上有好多的星星呢，他们都对着你眨眼睛呢。他们不睡觉吗？你睡了他们才会睡呀。妈妈，那他们会唱歌吗？会呀。你吃妈妈，那兔兔还要带着尿尿熊、蘑菇小象，还有正在收听的宝宝。哇靠，好不好啊？你怎么还有桃啊？哦，这周太死了，竟然周太死了，这女人竟然周太死了。
秋来，你在秋天说要死，说好不为你忧伤。哦，竟然周泰死了。但心情怎会无恙，为是这样，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嗯，哎，好害怕啊，这把打到现在，我现在真的好害怕。哦哟，这样子我们主播回不了血，丧心病狂了呢。放心就好了，这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。我只能解铁锁了，要不有铁锁我们也是输，有铁锁我们是输，让马带动我们也是输，我们只能赌刘表这张桃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别的想法？人家都不愿意费血啊。哎呀，简直是那什么，嗯，解了铁锁，关了闪电就好了。哦，对，马太有酒有桃，这他是正好三。
留着讨厌，我给姜维不是留着了吗？让他用另一张牌拼，我肯定不能给那牌啊，让那收了把带我们要崩的，我们直接可能一起死的。完了进单挑刘禅能打得过吗？我给他逃，他用另一张牌拼吗？三把视频局是吗？感觉到没？三把视频局，我断杀了竟然。那这个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我要出门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大家再见。他只要两，后头就是杀嘛，他只要再往下放一张，他不要那张九，要张杀，一张顺一张杀，顺刘表杀了那个的，除非说那间撕票，那间撕票咱拦不住，但是那间还不一定撕票，我和他都是一滴血，别吃桃过就行了嘛，对吧？收了，大不了吸引一下嘲讽，嗯，啊，那就这吧，大家再见。